没有翻。我把你哎，干你你啊！我不要怕，我跑。会坏掉，会坏掉。啊，怎么是有我？哎、欸，我受不了哎、欸，我一直被后面镜子炮兵坏掉打。来，那个梨花落上城墙帮忙看。我现在城墙没半个武将在上面。哎、欸，有贪财跟族中。OK，梨花落不用上去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拍血拍血，让你一直进来了又出去，进来又出去。没有啊，前面那这边没人顾哎、欸。哪里？兵炮兵炮兵。对，族中顾那边好，贪财你顾那边。他们都攻缺口，哦、小心。来那个缺口想进哦，缺口要进哦。飞器去骑兵队准备。缺口来哦。来，梨花落也去缺口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进来了，进来了。梨花落也去缺口了，黄龙也去缺口了，袁彦金都去了。然后那个贪财跟族中搬兵。缺口两队炮兵哦。贪财跟族中搬兵也帮我下来本阵守。哎，他们拉出来啊！快点，快点哦，快点哦，快点哦！被破阵了。那是因为他在固了。我到处游走，哎，最近的骑兵要快哦！哎、欸，那个弩要玩，哎，我玩我玩，我要准备要进来了哦，一波。不行，哎、欸，最近的骑兵快啊，去缺口帮忙了，你怎么放那边？哦，顶不住啊！顶不住啦！来，那个关你去电的，要骑兵啊！我们住了，住你的弩被拆掉了、啊，被拆了，被拆了，他家炮拆了。来，侧门城墙破了。来，那个组装半兵卫也去帮忙。缺口上面来了，留贪财就好了。缺口城墙哦。冲啊，波兰一，可以啦。兵力怎么退掉了？我死了，上面缺口上面来两个双刀跟兵。没关系，人干掉了，人干掉了。潘彩本阵有什么兵？缺口城墙上有一队。电凤凰的方阵炮去攻据点。操你妈！我你很会跑。攻据点对啊。干他干他干他！操他妈干他！毛总裁帮我去缺口，然后电凤电凤你帮我去装据点的方阵帮我架着。缺口进入去，大哥你死了吗？还没。那换你中士，我骑兵，我中士主攻。那个缺口有炮吗？有，有点少。一个将军炮。我还有三管，我可以全部架出来。我剩一管了，靠腰。缺口要七米五。有，再补血，马上就来。可以。来，侧门来集结哦。缺口吗？对。来，骑兵队准备，那个狂龙舞的骑兵准备，吹气的骑兵准备。要梯子哦。梯子要帮我踢一下，我继续丢那个。刚才跟烈风的放那个帮我架好，然后 UU 啊，你可以先帮我。你那边不用顾了，你直接帮我去那个中央据点。他们转正门哦。对，我正好我看到了。侧门留两队而已，侧门留两队。沙狗，我们一起下去，我们把他这辽东弄死。辽东要破一下阵才在那个。我会破。来，狂战士 U U R 主动半兵位、啊。不行，他们不行不行，亲密有亲密。然后梨花落的平推，胜利的铁人，帮我去中央据点那边准备一下，先让人先过去，谢谢。好，没关系。叔叔，我人拉走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你那边兵够不够？城还够了。城墙这边在跑、哦。我知道，来上去了。那个我刚刚扣到那些人，你有带狂战士、带铁人的上去了。全上喽。哎，你可以进来哦。干他，干他，干他！那个刺客，偷我嘞！哦。城墙要不要他加炮了？城墙加炮、哦，对啊，你们可以反一下。来，那个裂缝，你的方阵上去，留贪财在那边就好了。小西，射他！裂缝，你的方阵上去。贪财方阵改个阵型，变成直接对大门。城墙内部城墙这里，离对狂战。裂缝，你会遇到那对狂战的，你的方阵小心。
我缺口剩一堆辽东而已。剩一堆辽东，叔叔你那边怎么会？没有，我说他们的敌人啊，他们剩一堆辽东。猫总裁，你直接去中央据点。他们有三四队骑兵在外面待命。猫总裁，你的女武神帮我去城墙上面帮我大部队上 buff。他们这边架旧炮，骑兵要来了，骑兵要来了，骑兵要来了，我们准备。他们武将进来在探哦，来森米，森米，你和傻狗在上面。来森米去城墙 OK 吗？我人要拉走了，可以拉走了吗 ？OK。好，来拉走，来裂缝回去，裂缝回去大门不好，吹气你帮我去车门准备。然后有短工可以。梨花落跟梨花落跟那个猫总裁帮我回缺口准备。有短工可以弄一下他的旧炮吗？他夹在这里。进好，车门加机械。哎，车门加集结哦，来，快准备。进破口了，进破口了。对了，洞缺口再进哦，缺口再进哦。来，骑兵进来了哦，潘彩的方阵过去，然后灌进来了，潘彩的方阵进来了，缺口。来了，放在那个巷子那边。好。缺口大量哦。有我的兵过去，有看到吗？够吗？挡得住吗？不够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骑兵，可以。好，这样应该够了。我全部缓住了。妈的，我有够忙的，踢三个地方的城墙。快点，我再帮你加薪，他们后面又有骑兵要进哦。嗯。可以加薪耶。不要断哦，攻击不要断。有亲密我不要出去哦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好了，没人了。那个，谢谢你，冈本。嗯，我外送快到了，我冲下去拿完上来继续打。好。哎，我先出去了，我没兵了。我剩一家七家军。在门哦。你没兵了吗？总会有兵。那谭彩，你的方阵帮我去缺口。裂缝可能你要帮我多小心，因为剩下你的方阵了。谭彩，你的方阵去缺口。欸、小心帮我看，小心帮我看一下。我看你有两个搞过来了啦，是嘞。来 U R 去帮魂哥组装半兵位，你一样上城墙，代替跟 U R 做交接，然后 U R 回到你刚那个位置。冈本，你看如果人多的话，就先把我踢掉。我是想说带其他人出去砍一波。那、啊、你要砍的吗？你不是要出去了吗？能偷到几个炮是几个炮。魂哥哪一边可以吗？他们五千多。哦，那个 ，U R， 谭彩，你的兵要控，你不能这样打。我们缺口兵不够，缺口兵不够。来，狂龙五，森米跟元一金，帮我去缺口准备。缺口兵不够。森米，你带什么兵？你还有什么兵？我一天跟波兰一。够了，去。然后阿花也帮我去缺口，谢谢。内部三只哦，好，那边你们可以吗？你们那边可以吗？可以，目前没有上来。来，有备而来，直接帮我去缺口。来，裂缝，你随时帮我注意一下大门的部分。然后组装半兵位，你那边如果人家是在爬上来的吗？没有，我只把他踢掉而已。OK， 你那边如果人来要跟我讲。OK， 好。正门外有两个铁砂哦。正门外，所以不要出去。我说是正门而不是侧门，正门外。好，那就是不要出去，我们不会出去的。他们架铁砂。我想要下那边，那我打出去吧。想收你武将，小西，你把马射掉。来，有备而来，你帮我去大门这边。你来这边，你来这边，我需要你的轰天雷帮我轰缺口。然后你是带什么兵？亚平你好，亚平你帮就帮我架在缺口这个方向。然后那个哇，魂哥那边 OK 吗？你们感觉很激烈呢。准备打，靠北湖哥死了！我回来了，三只，他们这里三只，有我在帮了，我在帮了。来那个，干你娘嘞！缺口要想进吗？缺口也在中式啊、哦。缺口要进哦。啊，我不懂。城墙，我被扫出去了。来，空虚，你去内部准备。
哎、欸，内部不行哦，快点啊！空虚去的。你们刚那个半壁怪，你们刚刚敌人派什么兵上来？缺口刀盾破一下阵哦。他们派中士，只有中士爬上來。有两个人带兵去内部哦，两个人带兵去内部，然后一个双刀在。啊！骑兵冲了，缺口骑兵冲了。我在炸哦！我挡住，我挡住。有挡了，挡了，挡了。我不会谢。来，吉斯，你帮我去，你帮我上，你带什么兵？方正，你内部两个人哦，有兵哦。方正还是喷火？方正好了，先方正比较重要。然后千信，你帮我去帮空虚，吉斯你去帮我帮空虚好了，空虚快不行了。对、欸，那个战矛清掉，缺口那个战矛，进来的那个战矛。我的。死了，拜拜。缺口那个左边城墙有那个、哦、有那个旧炮哦。哎、欸，他叫了，哎、欸，小心，对面。哎、欸，我双刀啊、哦，我被，我死了，我那个中央被双刀暗杀。迪斯，速用最快的速度带你的兵去中央据点，中央据点没方阵的。梨花落上城墙，把那个战场拉出来。哎、欸，缺口又要进哦。缺口没兵啊，快点啊、哦！缺口没兵，送我一队中士哦。刚才跟森敏会去支援，柠檬加油，直接去缺口帮忙。然后那个上单千信把他灌进来哦，骑兵。缺口后面有人。来，空虚，你直接去城墙那边，去城墙，刚刚据点交接，然后上单千信那个人给你收了，你短攻你可以的，你单挑超级强。缺口要进哦，缺口要进一堆波兰哦。来，森敏，其实你的方阵直接拿去缺口好了，堵住那个巷子，去吧。好多骑兵，整个进来喽！我知道你们撑一下，拜托你们一定要撑住。我死了。雷兵那边都撑、欸，他们要去偷。都是雷补啊！左补。我会。哇！靠背，那个 BD Win 去内部帮忙。我被炸，拜拜。哎，撑住。外面全部的韩军都被我们追击了，撑住！敌方夺取了兵团补给点，可以了 ，easy。缺口又进哦，缺口又进哦。来，鼠王跟你讲话吗？懒觉当棒棒糖，换空口过来，直接去缺口帮忙。探囊取物，他们还蛮备战的。哎、欸，小心，他们还从中央据点绕，我们从中央据点绕过去。可以了。来，要小心骑兵哦！鼠王，你要遇到骑兵的。来，那个艾玉，你们后面小心，那个补给点后面骑兵要撞过来了。Sammy， 那个骑兵，梨花落的那个高山先架一下。哎、欸，他们有点乱哦，他们没有集结哦，他们有点散哦。缺口还在进哦。来，元一锤气，马上帮我去缺口帮忙，谢谢。即使你都不要动了，你的放在那边，你能不能动？兵死完了，我撤退。啊，所以是没炮兵的吗？对，亚平刚也被刚那一波冲掉了。小心，你的炮兵还在吗？我也没有兵啊。干，吉斯怎么死了？你俩嘞？庄俊也被踩了。全员列阵。来，要先抢庄据点吗？对，要先抢庄据点。庄据点就有三个刀盾，不抢，试试看看。然后猫猫、傻狗跟柠檬加一过去了，然后梨花落去了，往那个庄据点方向去。缺口不用帮了，缺口打回去了。S77跟胡蜂直接去中央据点，那个内部给他站没关系，他一个人不能干嘛？哎，把这剑盾清出去。来，新春，你的骑兵都直接去内部把他干掉。打进去。来，缺口小心，后面一队骑兵过去了。梨花落要挡一下，跟锤气要挡一下那队骑兵，一个锤子哦，带骑兵过去了。来，中央据点用最快速度推进去，可以吗？再推。骑兵又进了。骑兵进来了。我们会拿中央据点，
来，幸村，马上帮我回那个缺口补给点帮忙。拿回。拿回了，我没兵了，我要出去了。好，来那个鼠王，被炸很多。鼠王，你的方阵帮我去缺口。鼠王的方阵帮我去缺口，然后 BB 问你的平推帮我去缺口。然后那个猫总裁，你的狂战士，还有攻口怪，你的中士帮我上中央城墙据点。缺口兵有点少，因为我要出去了。鼠王，我过去。好。来，缺口有炮吗？器械够吗？我去拿，刚才架了，在大门。器械我也很多，我要过去吗？傻狗，你是故意死的吗？嗯，对，我没兵的。没兵的。他们缺口有点多人哦。好，来，录武器去缺口准备。尤尼克打完喽。真年幸村，你也去那个缺口准备。缺口现在什么兵？谁可以帮我讲看一下？有亚平，有女武神。我说我们的。哎，没有方阵，靠背。没有方阵。不存在，让意思让不存在。你的平推拉走，你的平推帮我拉去本阵，帮拉去中央据点守。不过我们有这个平推啊。平推只能推一次啊。我有方阵，我问一下。好，陆武信，那你可以帮我换回方阵，帮我守中央据点吗？谢谢。可以。来 K 六六，你大狂战士直接帮我上中央据点城墙。哇，他们又上来要打内部了。来，骑兵队准备，骑兵来，真年幸村、吹气，然后还有 K 六六狂战士，你们三个人这边准备，内部准备。对面炮兵哦，这边有炮兵哦，他来跑了。我看到。努力，你带什么兵？铁人吗？你的铁人直接帮我安插在你的铁人，帮我直接插在那个内部的部分。骑兵队知道。等一下哦。地震。缺口。什么东西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一二三四五。这边有一个关节耳龙，有一个宗师。来，缺口为什么进来了？缺口的对面上面有一个旧炮。对。哇、哦，缺口，鼠王，你那边 OK 吗？你那边我剩下你开麦，你要不要看状况？那边这边他们有人在挤进来了，准备挤进来了。他们有炮兵在轰我，来马进来了，来吹气，缺口要进来了，吹气去缺口，陆武器也去缺口，中央据点帮我留胡峰跟阿玉就好了。快！陆武器的方阵去缺口，快！我进中在平推。你的，哇，怎么会有人踩补给点？猫猫，你是没兵的吗？来，你有兵的先去缺口，没有兵的再去，你武将再去帮我救补给点。你有兵的先去缺口，缺口需要兵。缺口剩两个，他们留两个武将而已。内部打输了吗？我需要换兵。内部要不要占了？内部打输了。诶、欸。缺口没了，缺口 OK 了，他们缺口退掉。进门了。来，缺口帮我留陆武西、鼠王跟吹气、猫猫四个就好了。我没有兵了，我去送掉。啊，你没有兵了，你连你的方阵都没了吗？我方阵刚被推掉，马进来了。谁还有方阵？中央没兵了。侧边进马哦，侧边有进马，我死掉了。缺口进马，来缺口让继续堵住。堵住。中央据点怎么也是红的？中央据点堵一下，天哪！现在三边都被卡进来，中央据点只有我一个，哪边只有你一个？中央只剩那个胡峰了。哦，我去那边，等我一下。来，西远，你直接西远跟喵姐姐，你帮我直接中央据点好不好？来，那个像紫药兵进去的，像紫药兵为什么没有挡住那队骑兵、啊、哇，他要加机器。来，努力跟真人牺牲用速度。
这点线索你直接去本镇，然后努力去救喵姐姐。对，是青春跟努力，快快快去把他们吃掉。来内部跟他站没关系，我希望从哥、喵姐姐、奴隶、幸村、阿妈来都行。你们这边杀完，直接去中央据点帮忙。好，来直接去中央据点帮忙，速度。来，五只魂内部交给你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不知道还有几个人在那里，剩一个，我目前这边就一个，而且故意不站，他在等人。对啊、来，小七那个补给点救一下。来，阿妈跟小七去救那个补给点，缺口补给点。露西怎么死的？来，中央据点帮我打回来，谢谢。我在打着。来 ，K 露露，缺口有什么病？帮我看一下。我们缺口是什么病？为什么感觉没人呢？进中跟方阵，进中方阵啊，需要一个盾啊。胡峰，你的辽东帮我去。胡峰，你的辽东还在吗？我在。你的辽东帮我去缺口。保护方阵跟进中，有一只双刀在城里面，我不知道在哪哦。对啊对啊对，那个交给你了，就杀手懂杀手。缺口的方阵过来我这里。好 ，S77缺口阵型 OK 了吗？方阵过来一点，我这边啊。好 ，OK， 来 UR 去大门。来，我大门的话，帮我留西远的方阵就好了。然后其他人帮我上城墙。缺口又再进了。缺口又再进。好，来，没事，慢慢打。可以，慢慢打。来，奴隶跟那个主政，奴隶跟主政办兵卫去巷子。去巷子，有骑兵要从巷子来的，奴隶跟主政班兵去巷子，兵也带着哦，你的兵要小心，你是伏网机要小心哦。主政班兵会黄战士去吃掉那群骑兵。没有，他们直接把缺口的人推掉了。缺口推进来了。缺口爆了吗？爆了。来，城墙不用来，来锤子、艾玉跟崇根下来了，不用锤城墙不用上去了，直接那个中央据点帮我撑时间。哎、欸，中央据点，他们又灌进来了。他们去那个左补了。来，那个龙武、裂缝跟阿甘你好，直接去用那个补给点。他们虽然进来，但是人并没有很多。我们刚刚那个有换掉很多兵，叔叔也是帮我一下缺口补给点，帮我拉回来。中央据点要帮我撑时间，他们没站的话，他们这些都是没意义的。中央据点一定要帮我守住。来，双牙也是哈。然后骑兵队，双牙，你的三人牵线，你直接你的骑兵直接从缺口杀出去，断他们，让他们兵不要进来。哦、好。来方阵，你现在方阵那个中央据点的部分，你现在要把那个矛头都指向我们内部缺口补给的方向，因为他们兵从外面来。等一下，我看。来，不要中气哦，人对方还是十四个，我们人，对啊，人对方人很多啊。来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如果你没兵的话，那个不要回来换兵好不好？你就直接去死掉没关系，因为这样回来可能会太久时间。我现在备战十一个，然后那个补哇，中央据点怎么被踩走了？男的要把那个补给点拿下来，他们就不用换兵。那个补给点，叔叔可以拿回来吗？偏难，我被夹了。打狗，你带什么兵？打狗，你先帮我换方阵，然后先堵住这边。哪里？好，我也是吧。嗯，方阵好。两分钟把他们扛在外面，不要让他们进去。哎、欸，两分钟好。注意一下本阵会不会被偷哦。好，来我们那个上下门帮我架阵，不要再出去了。来，叔叔，你赶快回来。我
破口把他们断他们补给，让他们把他们撤出去。哎、欸，快点，他们进来喽！这是谁的兵？我被卡在外面了。哇！来那个服部，小心有人要去踩我们补给点，本阵补给点，服部挡着。三中一分钟。傻滚的方式怎么没有架阵？有架吗？架了。来不及哦，快点哦。有点乱哦，现在。有、哦、我顶住了。我这边需要人哦。来那个。哎哎。这边。傻滚这边。只有我的方阵。森林的方阵过去。可以。然后服部你的方阵帮我架这边。哎、欸，屁股有一个，然后狂龙舞，你狂阵是下小门还是大门？下门这边。我把门关起来哦。好，把门关起来，干得好。打滚那边有门可以关吗？不行，歪掉了。一分钟啊，趁好。我们这边要一对大盾。来，猫总裁，你的女武神放在这边，速度。被干，怎么还有一个人在这里？魂哥加油，魂哥加油！他们会偷啊，就是他们会偷啊，注意一下。兵。那个女武神帮我加对面好吗？魂哥，你又可以再踩了，那不行，干。我们赢了啦。那女武神加两边就好，不要加正面。哎，不要出去哦！不要出去哦！哎，不要推出去哦！不要推出去哦！不要出去！不要出去！没有办法，我没差，他们输了啦！给他死！杀光他们！轻松一点吗？杀光他们！你一大堆在追击，好嗨哦！赢了！杀光他们！这场打得比前两场好很多啊！